Hello， 博士你好啊！你好，你好，好耐冇見啦！今日好開心，即係代表全港購物節咧，我可以做 MC 啦。咁喺灣仔呢度派禮物啦。其實今日個 purpose 係乜嘢咧？今日咧就係因為我哋個全港購物咧慶回歸，非常成功。咁啊，所有商户咧都係得到一個好好嘅生意額。咁亦都係有所增長，有額外嘅生意額增長。咁所以大家咧就送翻禮品出嚟。 俾翻啲普羅大眾開心下，亦都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明白，答謝大家咁樣。OK， 咁我想問嚟緊不久將來全港購物節有啲咩最新動向咧？嚟緊我哋有一個又慶中秋，咁啊中秋節又係一個佳節啦，每逢佳節每時七啦，思親你要買禮物啦，買禮物要購物啦嚇，所以全港購物節就配合呢個購物，等大家咧增加呢個消費，增加呢個意欲。 消費多啦，自然就揾得錢多噶啦。明白。你唔使驚啲錢咧，錢唔會嚟嘅。OK， 以我所知咧，嚟緊全港購物節係咪會有即係手機版嘅 app 會俾大家去download？係啊，而家一路喺度發展緊㗎啦。明白。咁啊，用最快時間提供呢個平台俾大家 ，All right， 方便大家購物同埋揾著數。OK，Thank you so much， 祝你哋成功啊！好 ，Thank you。